字儿，学哑语。哎，您家的没料没笑表演，证明这演员基本都深厚很扎实啊。这算是刚才那两个字儿，身怀绝症的演员，是死了的吧？什么叫绝症？身怀绝技的演员。哎，在德云社当中算是翘楚。什么叫翘楚？哎，了不得的人，佼佼者呀。什么叫佼佼者？就是有两只脚的人。说咱就是攀子是吧？偏问那么详细啊，就是说人家能力很强，不错。刘鹤春里边这位也不错呀、啊，刘哲啊。反正整个节目，你看他很少这个很少的表现出有瑕疵的地方，我觉得很完美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虽然说看他胖，显不出来，但还是很灵活，对，对不对？胖墩墩的挺可爱的，那估计那个办事儿就得300斤，嚯，他那个分量，办事儿，不是说猪呢吗？我学美化的，猪该不乐意了。不能这么说啊，胖子很可爱，是台上一站，胡山胡山的，你等等，什么胡山肉我都噔噔噔噔的，什么词儿啊？你想后台一脱衣裳啊，瞧啊，一脱看肉，颤三下一样。您说那是功夫吗？哎，那肉一层一层的褶，都赶上米其林了，差不多了。小家伙有时候在后台一拨音声，有手机响，但他找不到，他就乐了。别待会儿聊该第二层事儿啊，把手机拿出来。啊，有事儿正聊着，你再待会儿再打，再塞回去。塞回去，您行了，都塞纸里了，还能听见响啊？他没响啊，震动。好，赶着是这么个噔噔噔噔的，我跟着直颤悠。哎呦，都瘆得慌啊！换大褂上台表演。对，一脱衣裳，瞧干嘛了？我说你这这么胖，你跑这洗澡去了你？啊，人都是穿条裤衩，你干嘛？没穿啊？他就乐了，有撩开第四层纸，你看这，这也在壳里面，在这层里边的。哎，好家伙，我说这太神奇了，别人这都是扒开裤衩能看见屁股，你这是扒开屁股能看见裤衩。哎呦，真够胖的，你瞧，您没事扒着屁股呢。不是我扒到屁股，你就敢穿没穿裤衩？你主要是这么胖的人，你干嘛要穿一个钉子裤呢？还不能不穿呢，我拿鞋带勒着。太奢侈了，对于他就是鞋带。没听说过，人家挺惯的，得正惯的，真的还是惯的。人家是他胖的可爱哦，这算是小型胖子，我比他瘦。在后台来说啊，长得也很可爱，穿着脸啊，真的平平整整的，跟屁股似的。瞧什么叫平平整整？凹凸的，挺凹凸的。咱说良心话，这叫什么娃娃脸儿？哎，现在很流行的，嗯，外语叫什么呀？卡哇伊。Los。嚯，你还有这个血统？哎，日本人有我血统。哎呀，很爱国的演员。你一个人造出了一个民族。身体不错呀。感谢国家。我说这个头都随你呢，也有他母亲的基因啊。这是很爱国的演员，就喜欢你这种长相。我这种对啊，看娃娃脸啊。哦，英语叫什么呀？什么 ？Baby face。这我听过。娃娃脸 ，baby face。你看 face 多 baby。哎，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你说这 baby 是中文吗？贝斯才英语啊，说的八个华姑娘你什么呀，这是那骂街呢，这是夸你吗？那是好词儿。您这不是自个儿还没有个概念吗？我有什么概念？您不是整完人会是一个二手的充气娃娃？对，哪儿我的充气娃娃？哎，你别拿自个儿太当回事儿了。那您别这么说，德云社当中有帅气的，对啊，有青春靓丽的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可能没来哦，就有一个孟鹤堂哦，好家伙，长得青春靓丽、潇洒帅气。是的，平常最拿手就跳舞。啊，跳舞，跳舞是最拿手的呀。哦，他的口号是给他一根钢管，他能舞动世界。我说今儿怎么没来？就穿那盒的。嗯，在加班。哎，那算加班啊？来到这是兼职。没听说过。但是你看，是你别的相声演员都这个模样，长相我认不认差的？有几个漂亮的没有？啊，我师傅
哦，五短身材，郭德纲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还让挺多的呢，怎么了？就咱师傅是这，是这个，怎么高了？这什么叫高了呀？您那意思俩过一块儿了？您那是什么意思？差不多，差不多的个头不是很高，对不对？你再瞧，还有著名的叫岳云鹏，对不对？大屁股脸，给谁都是屁股。他这口号就叫“最短大屁股圆脸”嘛。没听说过的，剩下别的没有好看啊。但是在德云社当中，人家不靠长相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卖身不卖艺啊。那还要什么呀？说错了，卖艺不卖身。哎，这想清楚了，说的是艺术，对，看的是玩意儿。哎，来说这会儿来，你看。能记住的演员就得有一定的特色，得有，没有一定特色记住，那是拿他来说，我告诉你，德云社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演员，不敢，他的特色就是特别色，对，谁呀？您等会儿，哎呦，什么叫我的特色是特别色？特别的有特色呀，这不跟没说一样？怎么叫没说呢？啊，你是什么特色自个不知道吗？我，对呀，这个清楚，你不知道吧？啊，你自个猜，对，我自己猜什么呀？能耐大。哪儿有？好家伙的！你问现在这些有人不懂的吗？你说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就没有人家不没有拿不起来的。哎，对，琴棋书画，我琴走起，没有拿不起来的。棋走，书走，按画走，你就没有拿不起来的。我是搬家公司的。哪个拿的是举起来的是吧？都行啊，会用都行，没错不了啊。现在高科技产品上网玩的叫微博，哦，都有微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是，现在就是新浪认证的，嗯，大家好多人都有微，嗯，好多名人的，像什么著名的就是空姐，空姐，苍井空姐，这么个空姐啊，人家也有微啊，啊，他是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叫艺人。对，人家很敬业才有为的，哦，像中国的有些艺人就差了，是吗？对，中国有些艺人到哪儿都拍什么杂志的啊，脱不脱？穿什么尺度？哦，别问，汤老师到哪儿穿不穿？穿什么尺度？合着是光着来的，是吗？什么叫光着来？什么叫来了？穿不穿呢？什么叫光着？人戴着眼镜儿，那管什么呀？自己看不见别人，别人全看着。人家的敬业，哦，知道吗？才能成为现在的当红艺人、明星，对不对？拿我们来说，慢慢熬。哎，我师傅现在郭德纲，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的角儿，对，对不对？中国一线艺人，哎，了不起啊！我们得慢慢一步一步来呗。是，我没有说一口吃成一个胖子。那对我们不了解没关系啊，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太好，好坏您都得知道，台上这两位是谁？您认识？介绍一下，我叫张鹤伦，是吗？他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，挺谦虚。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，我们两个人呢从合作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。您倒是狼了很多。您别说了。还是背一辈子，都狼狼恶够了，到我这儿没名儿，划过去了。名气大呀、啊，名气大，您不介绍一下？为什么呀？我是羡慕嫉妒恨。干嘛呀？认识我的没几个人。哦，也许有来过这个剧场两三次的啊，看着眼熟，是叫上名字的啊。今天在门口，观众看着我，哦，知道我说相声，看着我很惊讶，一指我，哎，哎，马上来。那孙子，他不认识我，来这么一句，他知道你小名。不是你们家小名都叫孙子？咋跟你怎么？你母亲管你叫孙子？没听说，那差辈儿，他们叫小名啊。可不跟您闹，拿我开玩笑。人家这到哪儿都有人认识，保不齐的。那天刚一出家门，被人认识了啊。狼和眼，说来的话，一个演员能被观众叫上名字。心花怒放，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？那是，尤其郎老师，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没架，回过头来一鞠躬，妈，什么事儿？我妈呀，是你叫我孩儿吗？是啊，孩儿没有走远，那可以，我在附近玩。别说了，像话吗？我太逆天了，什么逆天啊？我妈能不认识我吗？这腕儿大呀，就
谁说的？这么多人来看谁的？看谁的？你看谁？看您来的。我回来真的，等你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的，真的对不？合着是假的？我认为是真的。您认为管什么呀？咱现场调查一下，来了这么多位朋友，捧我张富伦的，您伸出左手，一个都没有。啊，有有几个？哎呦，我感谢您。算了，一会儿咱足疗去，好吧？好，您挑这地儿。足疗没事，我请您，我给您，好吧？您管什么？没关系，哎，感谢您，到您了啊，狼爷，捧狼爷来的，请伸出右手中指。谢谢。继续继续，有伸脚的没有吗？伸脚，脚能伸中指吗？大哥真实诚，捧你来的真是。大哥，我没照片。这是喜欢您的，这就喜欢我。您想想，哎，德云社当中首屈一指吗？哎，哪个指啊？这个指，首屈一指。那我不如您厉害。不是，德云社您能排第一吗？啊，那您能排第一吗？啊，不能吧？第一得说我师傅郭德纲。对。第二呢，得于谦老师。第三不就是您了吗？按死了也是中指是吧？三个人还是您了得呀？我排不上第三。捧着您呢。啊。现在来说，哎，跟这老师。学明白啊！哎，别，这位来说，打我来说，怎么跟您没有缘分？没有，真是我是一个外地的孩子，来北京的。这时候啊，挺好，你照顾。然后生病的时候，人家伺候我，照顾。谁在我身边给我抓药、带我上医院？对不对？哎，无助的时候有您在我旁边陪着我，孤独的时候有您在我旁边安慰我，痛苦的时候有您在我身边。反正这么说，只要您在我身边，就没那么好过。我说你们衰神是吗？我天天画圈圈诅咒你。不是，说您在我旁边照顾我，说好听的。我在遇您之前，我的世界都是黑白的。还如此啊！真的，遇见您之后全他妈黑了。你不光眼瞎，心也瞎是吗？什么叫眼瞎呀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你也苍老师的戴眼镜出来的。您呢？让我自个儿发光发热，您别来回说这，对不对？曾经经常鼓励我，没事，孩子，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，没事，发光的，发光，对不对？发光发热，我觉得别人不懂我没有关系。老话说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疮，痔疮，好，我太大了，你看。知志在，对我那个文化浅呐，那就别说了。当然，现在也不断的学习。各位来说吧，能听相声就是会活着。哎，很少有人愿意来这地方。是，也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，就两个大活人站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，死人说话也不敢看。这叫枪火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真说来一位，你说你不是都疯了吗？那倒也是，这相声挺好。相声来说就这样简单，哎，但是呢，现在没有电影好。哦，电影声光电影，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电影现在都三 D 的，对，三 D 的多好，我觉得三 D 的就比二哥的强。看，我没有，您等会儿。其实六舅那最好。还你大爷呢？哎，怎么老骂街呢？哪有你六舅的呀？那哪有二哥的？有三 D 的就二哥呀。哪儿的？不是哥们儿弟兄，那什么？三弟是三维立体。哎，懂得多多，懂得多多。你懂得太少了。不是，这不是我捧你吗？这不是我拍马屁吗？拍马屁拍我脸，不是我捧您，真有能耐啊！真没，真不会啊！好家伙，看电影，对不对？人家看三 D， 我不行啊！我就瞧点国产片还行。那也不错呀，国产片《失恋33天》挺好的，《龙门飞甲》啊，《鸿门宴》大片儿，《人渣树之恋》哇，还有人渣，那您是主演是吧？演人渣吗？你演树啊？是吧？有别的练了就，说练死你！让我演人渣呀？山渣，说错了吧？那人那个《山楂树之恋》对，最近还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，什么呀？叫《那些年我们一起下载过的片花》。别说，什么模样啊？您这什么模样？你看你刚才那表情，怎么是下载过的呢？新网上都有这一部，《那些年我们一起下载过的片花》。不是，什么？说的吧，说错了。那些年我们一起睡过的女孩，睡过的人，对，你不告诉我吗？你
大片儿，什么那个蓝精灵，这有两张了、不知道您各位看了啊，居然搬上银幕了。哎，是，好家伙，进入 3D 了。是，我小时候我就瞧过这动画片蓝精灵嘛、一共是七个，对不对？个头不高，跟白雪公主的爱情故事在森林里面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没有白雪公主，是，那是跟格格巫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蓝精灵七个，个头不高，跟格格巫的爱情故事在森林里。没有爱情，怎么了？哪个森林里什么呀？没有爱情吗？人家是对立双方，彼此的斗争，对不对？这小东西，哎，当然你不知道，你看过什么呀你？我不知道。蓝精灵个个身怀绝技，知道吗？你说说。有大力士，有能吐水的，有能吐火的，还有能隐身的。老七这里挡着一宝葫芦，拿着葫芦来打开这扇对着格姑，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戴吗？格姑吓坏了，马上跑下来，我是新锐。一道金光招呼出来五个兄弟，个个背着黄金圣衣，嘴里边喊着口号，我代表月亮笑你们。这时候来了一个黑猫城管，知道吗？八面我将照天空，啪啪啪啪打出四个大字来，写的是掌声响起。有练过吗？真好。我这有一个小建议、您说呀、以后咱看正版的。要看正版的呀，一辈子动画片您在一集里头看、我这里面有一点正版吗？你说呢？我一点都没有。那可不是，这不是都看碎了呀？说明咱有童年。童年是盗版的，不敢管我们家卖黄盘的，管着吗？我们家卖光盘的，管着吗？您这还是成人版的。你就没有童年？我也有。你生下来就36了。这谁呀、你要拍给带多少年呢？多讨厌这个人。不是，你说这不对。咱小时候看过蓝精灵啊、对不对？还有一歌嘛，什么歌？真的那边还真那边有一个蓝精灵主题曲，雷射总唱的。啊，咱们对，咱们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个郭德纲，他聪明又伶俐，心地很善良，他的脑袋挺圆，皮肤挺黑，眼睛放光芒，就是个头长像武大郎。你会死得很惨。为何？你说咱师傅是武大郎？不是，我不是说呀，啊，他个头不像。那不能说实话呀。不是，那不能这么说呀。咱俩一块儿死。咱俩俊补，俊补啊！那离我远点儿。我死你也好不了。咱就说这个流行，现在实行这个啊，看电影啊，好。再一个，观众不喜欢看电影，喜欢看什么呀？看电影，逛夜店。哦，对不对？更时尚。夜店，北京著名的夜店7-Eleven。好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玩时尚。别别别别别！你别玩了，您是饿吗？您是？7-Eleven那是超市，超市，超市，超市啊！有咋的？什么口音呢？你这您什么口音啊？不是超市，夜店吗？不能说24小时的都是夜店。哎，还有别的？北京著名夜 banana， 总算说对了。对对 ，banana 翻译过来什么橘子的意思？橘子呀！您等会儿吧，有这么一酒店，可不是夜店。不是不是那个吗？香蕉啊，香蕉，香蕉不是 orange 吗？您随便吧，你只要别去错了就行了。你完了，你落后，你 out 了你。哎呦，我还 out 了。out 你跟不上时代节奏了，你这个你 no question。 no question 什么 ？no question 吗？我是没有坏肾。英文的不时尚的意思吗？不时尚啊 ，no fashion。对对，那是腰子，他说话怎么那么骚气，嘴里都有膀胱啊。说话还放屁，那没法聊天。夜店对不对？到那儿三里屯，哎，没说错吧？这是。好家伙，到那儿玩的是不是声光电呢？哎，是。到里边快节奏，哎，跟着节奏一块摇摆，很刺激啊！什么那个音乐蓝调啊，什么的啊，什么黑豹，哎，什么摇滚。R&B， 啊 ，R&B， 哎 ，R&B， 后面，废话，骂街的，我光骂街了，干嘛呢？你这
我干嘛去了？到那边了。我也跳舞去了是吧？我不知道您干什么，挣钱我不管了，知道吧？谁挣钱了？到这消费者，哎，消费者呀、啊，到那边开着好车，好家伙，各位，您不知道您开什么车来的？人家都是家里都是名车，没那么奔驰、宝马，一般开什么？开什么？法拉夏利。到那法拉夏利，还敢开吗？不是法拉利，法拉利什么迷你金杯都有吗？迷你金杯呀、啊，那不就是昌河吗？咱们带不乐奔奔，带不乐奔奔，带谁乐也乐不出来了。哎，不是什么傻马拉力，不都有这吗？傻马拉力，驴拉力不好使啊。不是你，Mini Cooper 带不乐奔驰，玛莎拉力。哎，没有一个对的吧？你说呢？随便吧。累死我了！反正人家就玩这个时尚，开车到门口一捏刹车，下来之后自行车捏刹车了，法拉利嘛，法拉利那是踩刹车，踩刹车玩我不知道有一马，有一马，千里马，千里马呢？那马是立着，立着的。家伙下来之后拿链子把车锁好，还是自行车？妈拿链子锁了，这锁完了还把电池拎起来是吧？您说那不是踏浪吗？你算说对了吗？这回对了吗？买个，买个什么呀？这是汽车，汽车我没开过法拉利，别想，咱不吹牛啊，没开过法拉利，我就骑过踏浪，对，就这手气是吧？好家伙，踩车挺好的吧？有那个泊车员呢，哎，把车钥匙和链子给他，帮我看着，给链子干嘛呀？大大金链子呀，那给他我不吹去，往里边一走，服务员都过来迎过来，哎，有钱人啊，是是，好家伙，哎。打身边一走一过啊，人家身上这个香味儿迷倒了好多人。我身上身香水啊，对对对，香水儿，咱得咱得用那叫什么呀？叫什么？我想想啊，我想有点想不起来了。叫什么？叫那个叫香奈。说对了，香奈。那哪儿说对了？还想半天都不嫌丢人呢。香奈儿，你是北京人吗？怎么查？北京人的儿化音我读出来了吗？有人说看这儿，都这么说吗？有人说看这儿，哎，这跟那一块儿的啊？儿化音哪有读出来的？一般就香奈。行，香奈，好家伙，咔咔来二斤，二斤呢？哎，这太给力了！哎，这边来什么？这边来哟。雕雕，我这儿来雕他得咬死我。你好，雕克里斯丁雕，克里斯丁雕，那叫迪奥，迪奥，对，那个迪奥我也不知道的。这边来三斤，我这多一斤呢，对不对？还好多的什么香水啊，那个什么最近喜欢国产，哎，国产叫什么？不弄，啊，不弄，跟您说慢点。不弄，慢点，碧浪，碧浪，不是洗粉吗？蓝瓶装，那是，还有盖儿呢，还有泡泡啊，不拿洗粉当香水啊？不说节俭，跟我们说呢？节俭这落差太大了，我不懂这个呀，别瞎去，大为不服啊，什么这个大为不可，我不懂这个玩意儿啊，人家弄的香水，时尚，好家伙，往里边一走，服务员看一会儿，哎，坐这儿呢。到里边一喝酒，长个年份，这说对了。一张嘴，哎，所有人都得看着。是，服务员，来瓶82年的，来瓶82年的燕京。啤酒啊，现在就要。这不行，哎，我等不了。喝，您等会儿吧。82年的燕京打开都骚气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就要这个味儿吗？没听说，不是就是那叫红酒，红酒啊，哎，红酒不知道叫什么，如不来。卡皮了，哎，对对，还有方言，你看，这是方言啊，这是卖的，哎，卢布兰啊，不知道，烈酒啊，对，往里边兑什么呀？兑雪碧，兑绿茶，是，人家从来不兑这，那我呀，人家兑二锅头，卡皮了，我兑二锅头，来二锅头，就要一种自焚的感觉，他自杀去了，好家伙，别人都放柠檬片当点缀，人家没有，那得搁，把柠檬片拿走，放什么呀？放榴莲。多味儿啊！这就要这感觉，带壳的，带壳的，榴莲圈子挂上，这干嘛使啊？端着酒杯来，哪位与我同归于
于您。好，打的要是自杀似的。后来我也劝他，您赶紧滚。这能骂上就不错。人家玩就时尚，就这时尚。对呀、啊，到里边穿的都是哈韩哈日的那个衣服啊，怎么哈韩什么身上都带着铁链子、钢钉子、铁条啊，什么链子什么都有。您说那是首钢出来的？不有链子吗？讲究点缀吗？也有钉儿。对不对？钉儿钉儿钉钉这儿，钉这儿，那不自杀的吗？哪有钉这儿？不，没钉儿。啊，这对对，没钉儿。这什么什么？是这什么？这儿没有人中钉，你们家人中在这儿，人中钉啊，这倒永远都昏不了。哎，唇钉，哎，舌钉，哎，对不对？舌钉，不是你这脑袋是五门似的，全是钉儿。都有啊，脑袋上好家伙，好几个，身上还有呢，身上是钉，啊，这儿这什么？这还这儿还有个叫前列腺钉。好，我这人说不肥大还钉不上了，是吧？这儿有一钉儿啊。上一边齐钉儿啊，齐钉儿不齐钉儿，对对，齐钉儿啊，跟那个裤子齐着，那、有一个一分裤，跟着穿着一分裤，那不就是裤腰带吗？叫几分呢？几分也没有，超短的热裤，好短裤，玩这个就现代女性，到那儿她不适合接触的现代女性，就爱接触。为什么说到那儿消费啊？找那女人聊天来，妞儿，谁这样啊？来给呆乐呀！不乐，大爷给你乐一个，多不要脸啊！你看大爷可乐，有时候人家拿钉啪弹死了，好啊，最后还是弹这儿，拿铁链子麻去了，这是都有这娱乐暴力，没有那么夸张的。人喜欢玩这个，我不行，哦、我就差点了。哦，尤其那里边音乐我接受不了，是啊，里边的音乐都现代的，什么摇好摇摇都这样，对不对？哦，唱歌的跟摇摆一样，来点干的味儿，羊羔味儿，韭菜味儿的香味儿。咱俩在大马路上亲嘴，下了大雨一块淋，咱也不用跑，大不了回家他妈一块冲个澡，有啊有啊，亲个澡。有有，你得吃点药。吃药干什么呀？您这唱的都什么呀？咱们现在流行年轻人嘛，啊，玩的我不行了，会的不少，这不行了，跟不上时代节奏了。那您长得太着急了。我没那么紧张。看好，你说传统的，咱可行。比方说，哎，传统京剧、国粹，我不会，不会，我这还搞呢。太难了，京剧呢？你以为张嘴就能唱吗？哦，是。没有3年5年的功夫，张嘴让人一下子能听出来。太难了。我学了一个月一段唱的。太难了。有的半年一段唱不了的。太难了。还有那好家伙，哎，2年一个字唱的。太难了。就是哑巴。哑巴呀。地方戏曲比较熟悉，地方的，比方说吧，河南，来，河南坠子，让各位听过没？哦，河南坠。对了，可能听的人少，大伙儿可能不知道，有一位叫乔京秀，老艺术家，叫盖河南的。怎么叫盖河南？就是说河南所有唱坠子，他都给盖。哦，他最好，坠子皇后，就瞧这名气，跟于谦于老师齐名。怎么还有于老师？于老师不是相声皇后？没听说过，烫个头就变性了。他是怎么这么唱？哎，没有，这是咱开玩笑。好家伙，坠子皇后唱好极了。哎，我给你学一下。乔清秀。乔清秀啊！您学哪个？学一个还没想好。哦，那就是怎么唱的？学一个黄金龙那段。玉堂春。这行吗？哎，这可以。来了啊！来个文坠的感觉，大家瞧一瞧。哦。然后你说，对，而且过去来说没有这个福原报幕啊。啊，不是说服务员穿着黑丝上来，哎呀，你那报幕没有？这是哪的服务员呀？啊，夜店的吧？夜店的也没有报幕。哎，过去就叫摁电铃，摁电铃，一摁电铃我上场，给信号。我说你学一学，这电视再来呗。那我给您信号，行，好嘞。锅底汤也是坠子，下一汤还是坠子啊！今天都是坠子，坠子端场。
一会儿我要唱哪一段呢？嗯，没想好，没想好就上来了。唱好唱坏，请各位多多的包涵。倒挺客气。唱段儿，唱段什么呢？唱段儿也唱不好。哦，把弦子拉起来，我要唱一回《三唐会审玉堂春》。还用身上呢？啊！您这吓着我，去盖台子。我这怎么不唱呢？还没唱，您说是接下来马上就唱了、啊、拉弦儿都累，还演唱累？多新鲜！当然是演唱的累，演唱的累、啊、拉弦儿更累。怎么会？拉弦手疼脚薄啊！有这么大劲儿吗？坠的弦儿没见过？没见过。我去学一学，连唱带拉。对了，好嘞。这会儿啊，别老玩剧场，来，感觉一下啊。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，真像，我真像啊！哪儿那三轮儿？大黑丝，我这是表演，不要相信你媳妇儿。你谁呀？你知道吧？来了，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，姐叫下王三公子，他是南京城里的人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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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两个人相交足有二年半，花的他是囊中空虚里边的二等啊，不由分文呐、啊。老娘那宝儿是多么样的心疼，把我的三哥哥推出了院门呐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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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我命啊，就那这东西吗？你好什么呢？这个回来他却说玉玉堂春那个人等啊。问起我那三哥哥，那个冷啊冷，那个冷啊冷，他就要了他，那个冷冷，那个冷冷，小奴啊，那个冷冷，那个冷冷，好意思惹身子摔在那个。凉水盆，到我你怎么知道的？到九千年了，没有没有那么多年吧？啊，我以为快失传了。哦，很少有人唱，不会。目前有几位艺术家，算是我一共四位啊，但是他们三个都死掉了。对，那您还说什么？就您一人会吗？我会五坠的呀。那没有人会的。哎，那您在这儿来一回五坠，咱大伙儿看看热闹，怎么样，各位？好啊，五坠的啊，你让我来，我也特别热闹。我回听听，因为之前就是来这个五坠的。本文的都已经去世了，哎，所以说你们可以啊，怎么不是他们都不跟我的？哦，没想到还有本文主动要求来五坠子的。我想看，我真没想到啊！今天你来的时候家里都知道吗？知道我演出吗？知道演出啊？哦，那那就行，那没问题。那来，你这是买保险了吗？你公司给上的社保都有都有。行了，这么亢奋，我不行，我有点那个迫不及待。什么叫迫不及待？那咱俩来回五坠子。对的，还缺把椅子。哦，我给他。对，感动，我去。你一听五坠怎么这么兴奋？坐坐什么？您坐，您坐，不是你坐，您坐，您坐，你坐，您坐，您坐，坐一会儿，少一会儿。
对，就这个，您来点我来不了这个。您不用那么大身上，您简单的过门分开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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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没问题，这行吧？来，我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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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废话，我没魂儿。五岁的全是废话。对了，那您这受累唱什么废话？你拉弦儿吧，您的。好嘞。见证我们的成长，下星期您再来发现节目跟以前
对不对？如果说你孩子没出变化呀，那你就周二。对，周二你再说，这肯定比前两天次多了。次多了，那你就周三来，还来，连来一个月，您就明白了。什么？哦，这帮孙子票钱呢？好嘛，当然了，那时候钱也挺够。别往下说，这是开个玩笑。对，谁也不愿意牺牲大工作时间听你这儿嘚不嘚嘚不嘚，都是来的。你看，来这么多人，带着朋友的来的，带着媳妇来的，对，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的，多好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等会儿您等。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儿啊！你不爱注意我说这话，脸上互相看脸，那对儿就是傻孩子，互相看脸这就是。咱俩人呢？不是那个姐姐，你误会了。我怎么粗犷了你这吗？这人啊，你说他是不正常，真的。这是谁不正常？我告诉您，没有，真是不正常，知道吧？我各位，我跟您说事儿，不是那天听他说，在后台跟我招呼，哎，后来来，我跟你说，咱后台有同性恋，我很少抱怨。我说这，我说真的假的？我一直刚刚又不知道啊，谁呀、啊？说我听，你亲我下面告诉你。到医院，到那个就是那个五洲军的医院，当时瞧了。没有，我是男的，我上女子医院。不是，人家大夫是男的呀，心理，心理医生是男的呀，那不都是女的？到那儿找大夫，大夫给我看过去，大夫瞧完之后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病有两个消息啊，一好消息，一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呢？”我先听坏。坏消息，你真的有同性恋倾向。哦，确实坏消息。那好的呢？但是我喜欢。行了，我就说你不是头一口。你的初吻又没了。没有，这都是他说的，您别信。初吻又没了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又没了？他的床上总是来人往。是吗？不像话。确实，什么确实？我问了，你什么时候有这样？他说上学的时候，上学的时候走在放学的路上。而且我呢被人拖到树林里边，树林里边，好家伙，哎呦，惨痛的经历。我说那你怎么不跑呢？拖树林，他拖你，你这么体格这么壮，他拖你就跟他进去了。他说，穿着高跟鞋怎么跑？我说那是没法跑。没有这事儿，他现在不承认，压根儿就没有。行行，就当我没说。啊，然后录音的把这块掐了。没有录音的，开玩笑嘛。哎，确实这是一个好人呐。是，反正那个现在来说，两个人合作很多年了。对，这么长几场下来吧，大汗淋漓，哎，把钱都卖力，他就不出汗。我还好点，他汗都咬着。那我咬汗呢。您说我太幸亏了。我都行啊，哪儿就都行，我都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不行，那是现在是不行了，因为身体原因差了。以前也不行。商演啊，电台录节目，电视录像啊，还有包括这个广告宣传啊，都没有他。对，所以都没有吧？您说吧。但是人家从来不骄傲。没有骄傲，很低调啊。太另类了，这点都值得我们向您学习。嗯，别客气。好多朋友都是支持您来的，看您来的，粉丝们到门口嚷着：“今天有没有阑尾炎？”哦，哎呀，说表演都懵了，你干嘛？你等会儿，我问问今天有没有阑尾炎。问你要多少张票？我先问有没有狼眼，有狼眼啊，那不要了。没来呀，走了。那哪是我的粉丝？知道您还健在就好了。这期望值太低了，你看，偶尔还有女粉丝，确实男的居多。对，那别老听这个。好吧，就说这个，说点别的吧。对，说点这个各位来说，
喜欢听相声啊，这是您的娱乐消遣，业余爱好，对不对？有人不喜欢来啊，在家安安静静多好。哦，有后劲的，对不对？像拿他父亲来说吧，我爸，他狼爷他爸爸，好多人都知道啊，他爸爸欧阳劲松先生，对，您等一等，平顶山那块儿，您等一等，平顶山，我姓狼，我爸爸欧阳还轻松，四个姓多好。您怎么不说东方翠柏呢？我想说西门吹雪的。是见过，喂，没有，也姓狼，也姓狼，姓狼叫赵振国，两个人，非得四个字儿，姓狼，狼赵振国不好吗？告谁也不行。好吧，姓狼叫李翠柏，哎，狼老爷子，姓狼老爷子吧，人就不喜欢来这儿，对，在家静静的不好吗？是，下个棋呀、啊，还捉棋，对不对？好家伙，下棋讲究意境啊，平常好像找我去，啊，找我去，兄弟。你先走，咱俩边边大，我爸管你叫兄弟。我们在下棋当中是有师兄弟的关系的，哦，知道吧？有师承。对呀、啊，到那儿去找我，一进去以后人讲究下棋啊，讲究先放古筝的音乐，哦、古曲。对，咱点一盘香，哦，那这叫焚香嘛，对，焚香嘛，一圈一圈的香。那是熏蚊子是吧？焚香嘛，焚香是檀香。檀香，对，来点上香，放上古筝音乐啊。首先沐浴更衣，太讲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爷子每次都这样，到时先洗澡。哎呀，我俩一块洗，我给他搓，他给我搓。我这有遗传，洗白白，擦香香啊。别说了，搓白白，吃果果。你这不幼儿园的词儿。哎呀，洗完了之后往那一坐，凝身凝凝心静气吧，得五分钟。五分钟往那一坐，一般老爷子不先说话，总是我打开尴尬局面。他说：“老爷子，咱们要不要把裤衩先穿上？”太尴尬了，这个啊，一直光着呢。洗完澡了啊，然后老爷子说：“不不不，怎么了？那样我的心会乱的。不穿着就不乱了。他这讲什么呀？意境嘛，意境也穿上了啊。后来呀，我说咱开始吧，开始吧，老爷子拿起棋。”哎，怎么？为什么没有车马炮？我说老爷子，咱这是围棋，有毛病啊！老爷子说：“哦，那我再洗一个。”都没问清楚呢，就下上了。他怎么喜欢下象棋？中国象棋。对，下围棋差点，下象棋老爷子可以。那是跟老爷子有一次上了一场涅槃棋，昏天黑地。是。好家伙，由打下午四点一直上到晚上七点半。这一盘这么长，没分胜负输赢呢，怎么和谐？到下个结尾的时候，你再怎么着？我这儿就剩一个士，嗯，你爸爸就剩一个象，这怎么下呢？我怀疑老头偷子儿了。我爸爸，当然我也偷了。你们俩是饿了是吗？好家伙，杀到这种局面，我觉得和谐了，没分价了。老爷子不干了，嗯，什么？和谐？和谐？门儿也没有啊。这没法下，不行、啊、必须分出胜负来。这俩手怎么下？咱们来回哥伦比亚下边。那儿有中国象棋吗？哥伦比亚下边听多新鲜，头回听说。我怎么不说来一个干果不拉柴人下边？哎，您得更高。好家伙，我这正琢磨呢，我怎么来？他说视相过河。这怎么下呀？视相过河，我说视相能过河，听多新鲜。我这正犹豫呢、啊，要不你爸爸这个坏，拿起来。拿起这象来，啪，就象了。我一看你爸爸像我，我别客气了。拿起士来，啪，就试了你爸。你爸爸像我，我是你爸。你爸爸像我，我是你爸。你爸爸像我，神吗？神吗？是吗？到结尾把我气急了，然后一伸手把你爸爸的像拿起来揣兜里了。这回你爸爸像不了我，我只能是你爸。